当时呢是为什么会这么近距离遇到他们呢？是因为我们这个因为场地受限，我们无人机呢这个监测范围也有限，跟不到了。完了我们就进行这个临时的转场，在我们这个转场过程当中呢，突然象就从林子里面就出来了，也是这个出乎我们的意料，当时也是，然后就与我们这个正面就碰到了。完了这个当看完这个见到象以后，我们立马也就采取了这个应急措施，我们这个首先是把装备人员都上车，完了做好相应的这个撤退路线的一个准备。然后象群看到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有两辆车嘛，看到我们这个人车都还是有点多，然后他们也是这个下意识的就往后退一下，完了就慢慢的往回走。